对用残忍手段杀害滨江报社记者梁军同志的杀人凶手孟庆祥进行公开审判，把杀人凶手孟庆祥带上来。杀人偿命，雪茄雪偿，大家伙说是不是？是，杀人偿命。孟庆祥，你以残酷手段杀害滨江报社记者梁军同志的罪行是否属实？属实，都是我干的。他杀了咱们的同志，一定要人偿命，不能白白便宜他，大家说对不对？对。下边请滨江市军管会副主任齐振江将军讲话，欢迎。滨江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滨江解放以来，国民党反动派不甘心失败，一直派特务到滨江市进行破坏，但是他们的阴谋是不会得逞的。我代表滨江市人民政府向大家承诺，一定会保证大家的安全，让大家过上幸福的生活。下面我代表市军管会、市民组政府宣布，将国民党特务杀人凶手孟庆祥押赴刑场执行枪决，立即执行。不好，咱们的目标齐将军。方向，扬长。
晚饭吃的还好吧？感谢长官不杀之恩，庆祥没齿难忘。我们共产党是不会冤枉任何一个无辜之人，但是也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真正的杀人凶手。我们已经找到杀害记者那把莫辛纳甘恩狙击步枪，上面根本就没有你的指纹。你到底想要隐藏什么？你在替谁背黑锅？我告诉你啊，你这么做是要丢掉性命的。于是以至诚信奉三民主义，宁可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行了，别再跟我念叨这些军统的誓言了。你最害怕的应该是如有泄露秘密及违反纪律之处，愿意接受最严厉的制裁。我想问问你，他对你的最严厉的制裁能是什么呀？我的老婆和我两岁的孩子都在长春，如果我说了他们娘俩。你就那么相信他？他现在自己都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能不能离开滨江他自己都不知道。李秋生还在滨江？李秋生是谁？李秋生肯定还在滨江。保密局给他的任务是杀掉齐振江将军，他现在没完成任务，他敢回长春吗？再说了，我们的大军几十万人已经进到东北了，长春回到我们手里那是迟早的事儿。你要想保住你老婆孩子的性命，你唯一的办法就是跟我们说实话，让我们抓住这个李秋生。如果你不说实话，让李秋生回到长春了，你的老婆孩子只有死路一条。如果我说了，能保住我的性命吗？我们的政策是守恶必办，胁从不究。你戴罪立功，跟我们配合，才能更早的见到你的老婆和孩子。好，我说。